好的，那我们呢今天呢签名的朋友啊，大家呢这个专辑就请你里面的东西可以先不用拿出来，我们今天是签在纸盒，然后呢如果说之前你就已经签过的朋友要先跟大家说个抱歉啦，就是我们有签过的朋友就没有办法再上来签，但是如果你有在现场再买一张的话就可以再上来签好不好。那我们今天现场买专辑都是有送海报的，所以海报也可以拿上来签名，所以请大家呢可以一起把专辑还有海报带到舞台上来。好，我们今天现场有好多小朋友哦，妈妈都有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追孙耀威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呢我们今天呢只要上台来签名的朋友都可以拍一张合照，然后而且呢这个给 Eric 的签名呢还可以署名的给你哦，所以如果你想要获得署名的话，请你先拿一张纸条帮我把你的名字写好，或者是你打在手机里面也可以好不好，这样子呢就比较方便一些。然后记得要照相的朋友呢也请你把你的相机跟手机带上来，我们今天呢可以帮大家拍照。好，今天大家呢有拍到这个单独合照的部分啊，你们回去啊帮我做一件事情，那个 FB 的是有很炫耀的感觉吗？我超喜欢炫耀的，要是我就换了好不好。好，欢迎大家呢这个今天呢贴在我的脸书上面，可以找我的脸书好不好，大家找午餐 DJ 统统就找得到，我也会放上来跟大家分享。那你们今天有在现场合照的，好，那个有要拍的就在那个广告墙那边，大家如果要买专辑赶快过去买哦，我们今天现场买专辑有送海报哦。然后刚才照的大合照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在下个礼拜三你要在孙耀威的面前唱歌可能就只有今天了。哇，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光线拍照好漂亮。